这些古代那种冰镇的方式，就弄一大块冰，然后把东西都放进去。松鹤堂，松鹤堂，鹤年堂，二八自行车，这车有年头了，看这车。这还有眼睛呢，鹰钩鼻。这张，你过来看这个，这车座张着嘴，含了一个环环，你看，张着嘴，两个眼睛，这不异形吗？这是什么？啊，副食店。为人民服务，古代的。这把想去看建筑了。对。走。我见过这个，在哪见过呢？什么？仙女立位，我去。闺蜜，闺中密友。走啊。江米条必酿超能力，超能力属你最棒，国土发广单，画眉单334万三八九，合单，有点意思。三杯公园足球奖。这酸梅粉，这什么映山红虎皮膏药，我去，用这虎皮膏药上画了一只鸽子，应该画一只老虎吗？这是不能的，这都是寿星吗？朝廷中不改红，中不改西，什么呀？大药箱，这药箱跟那个光盘似的。桃条，大羊毛。白味儿，这都什么名儿？后英子、西仓门，这叫富强的，这人名儿吧？这麒麟杯，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不惜降伤要伤成。燕子，刚才你照虚了，再来一张行吗？东直门内大街，我去。这什么？这个地名，各种地名的介绍。他把这个箱子已经改造成这种，就是里面有灯箱的这种。这边有那个字儿是吧？但有的好像就是有一些没有字儿。是什么？北沟沿胡同。兵马司，这是什么呢？有个乐队叫兵马司。对啊，怎么分？他还有别的，你看那什么扁担，哎、啊，后永康，那是。这儿的后永康。打不开，它只是有几个是能打开的。
那是原来的地名吗？灵光口袋，东首柳街，这有个屎壳郎。李氏得加爆房啊，各种，它有一些虫子。嗯，这李氏，这有个李氏。我姐姐。爆房是写成这个爆房，不是那个爆房。白鹤亮翅，不要。哎呀，为什么买白鹤亮翅？就可以把那个过一个啊，仙家圣地，哈哈，有点意思。